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空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想念着你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跟我走吧，我们去。我们去不就是你清空，然后再加的呀。我记得是清空加的呀。对，我有记得我这边那个领头号，然后慢慢一点点加的。Party ho， 小姐姐管够的酒肉，网咖乌黑腐竹都要喷他 Q， 几个电脑玩起来一宿再一宿玩。萨瓦迪卡，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美丽的宿舍，我们东西还好吃，人长得好看。三、二、一、走。你全部给我打完了。录抖音的时候其实是这样的。我很爱你，所以就是这个世界上有比你高、比你帅、比你懂事的男生，都不关我的事。这有个人在跳那个隔壁泰山，对吧？哇哇哇哇！我是美丽的倩妮，牵着我的手去浪迹天涯。哇哇哇哇！别怕，我的姑娘。
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空。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港湾，听我说。小喵，帮我拍个抖音。啊，好。哎，对着我就可以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啊、好嘞，别动啊。就这样。嗯。哎呀，这么骚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。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想念着你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一个人的夜，我的心应该放在哪里？拥抱过后，我的双手应该放在哪里？我始终学不会控制。快点，你再练习一下。你要的全拿走，把回忆化成空，不要在乎感受，体面的有所保留，说过的话当真并附送。好了，走。啊？录完了。哇，前面有个小哥哥，好帅哦！你都没。